好的，主播来到沙滩骑士节的现场，发现现场非常多的骑士哦，准备在沙滩上做一个竞赛。然后这边看到社委哦，社委一直逼我脱衣服啊，社委大家看清楚哦。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伟。那在身旁的呢，是今天开车载我来我们的好朋友Leo，老司机Leo。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了， yes. 没有错，就是我们2021全国轻档车大会是沙滩骑士节。耶！2021轻档大会是 SP Beach Riders Festival Taiwan。Here we go！ 就是要这么嗨啦，就是要这么嗨，因为Leo算是。还没有骑车，不过你已经订车了。Yes， 对，你是今年第一次参加轻档车大会，第一次，这可以说是这个我们全国算是蛮盛大，应该也可以说是甚至是最盛大的一个档车的一个活动哦。超期待，很棒，而且我去年跟前年都有参加，但这一次竟然是在沙滩，沙滩我们就想到什么？之前不是在沙滩吗？之前都不是在沙滩，所以今年真的很棒，很特别，来对了，所以是不是等一下有可能会有？很多漂亮的挡车跟美女，会不会很多挡车跟很漂亮的美女？好，那我们是不是等一下就要赶快进去了？对，我们就是要带大家去看，然后带大家就是有可能有些朋友不能来的，那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一次带大家认识一下，看一下这么特别一年一度的沙滩骑士节是怎样的感觉。再说一次，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在苗栗的通霄海水浴场。OK， 如果来得及的话，明天今天就可以先来。它其实有两天啦，今天来不了，明天再来，明天也可以来。我们是不是都会在？是。OK， 有可能只有今天，看我们今天喝的怎么样。对，如果喝太多，对，如果我们今天晚上玩太嗨呢，那明天可能就让大家自己来。对，就让大家自己来。明白。好，那我们今天其实对我们有跟着我们的亚当姚大查克，还有我们的一些好朋友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姚大一行人在后面哦。对，你们看到那个杜卡迪吗？对，超屌的。我今天才看到，我觉得超屌的。真的，如果大家真的是改装大师。对，今天姚大也有拍片，如果大家对那台。重机有，哇，这你看小哈尼的脸是不是非常的？那在进去之前，我们先跟各位观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今天的一个活动流程。因为其实去年跟前年，我觉得他有点小可惜的，就是说虽然他参加的人数很多，然后也有摊位，但其实他没有办什么特别的活动。就是你可能一整天，你有摊位逛完，大家就是 chill 啦，就是 chill， 就自己对，他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一些表演项目什么的。但是今年呢，他有一个直线加速赛，而且听说他参加的车种是不限车种，你什么车只要是两颗轮子，你都可以来比， cool， 蛮帅的。而且还有一个音乐季，哎呦，沙滩音乐季，我一直都想去哎。完蛋了，对，听说都很嗨的，所以我口渴了，好渴，对，有点口渴，对。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要进去带大家去看一下很多车，跟希望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美女。直线加速比赛，如果有看到一些不错的，因为我希望这一集的一个主题还可以看到很多骑挡车的帅气比基尼骑士，比基尼配挡车，哇 ，Oh my god， 完美。所以今天就要带大家去看一下，那就是跟着我跟丽友进去看一下吧。Woo! Go go， Let's go， yeah。好的，各位，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正门口，大家可以看到大大的生涯骑士 ，Enjoy the ride， yeah。在玩沙了，有没有？
骑车玩沙这个经验我还没有过的，好特别。对啊，好，各位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场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人跟车，但是今天没有看到任何的泳装。你现在讲到了，我觉得，对，没有看到任何的泳装，比我说的一层还少。Hello，Hello， 要怎么称呼？我是佐藤麻佑。佐藤麻佑，对，佐藤负责的那个职位就是挥旗手。今天我跟 Leo 啊，可以说是为了你而来。真的吗？我不信。怎么会讲话？是，我不信。对，今天逛了这么多，终于停下来。对，终于停下来，就是觉得说，难道真的就这样吗？我说的那一层就在这儿。对，没有错。一二三。可以说日语。还可以，还可以。我们两个其实是在日本认识的。啊，是啊。佐藤，难道你是？不是的。啊好像可以回去了。你解释了，对，解释，你解释。好像比赛怎样也不高潮已过吗？比赛怎样也不重要。如果我们可以跟佐藤呢聊个十分钟，我今天影片就只有就是十分钟，就是给他了。我们现在有要剪进去的意思吗？不然还是晚上要因为大家都住苗栗，通宵一下。对啊，对啊，就是可以问一下。不过没关系啊，我们刚掉到 IG 了。是，所以在吧，在吧。你紧张了吗？对啊，不要紧张嘛。失联怎么办？因为刚刚是他 key in 的啊，所以我们看一下，是确认一下。好了，我 IG 真的不太会用。佐藤麻佑，有啦，那你看一下，看一下，可以吧？哇，4.4万的这个高人，多人哦，高人气。我本来44，因为我的 IG 也是2.5万，我想说可能如果人家刚经营那种几千的，那我们一定要支持一下，我就要帮他一下，就4.4万是我要蹭他，你知道吗？我要蹭人家流量，拜托 take 我，拜托 take 一下，对 ，OK， 要不然我 take 他，他不屑 take 这个，不给回复，你知道吗？不会，我们刚刚人很好，不会，我们那个佐藤麻佑小姐，台南人非常亲切，真的，哇，可以看到我们远方好像要开始，远方活动已经要开始了，车就会。喝酒味了吗？他是从那边到那边了，那我们要去那边。好，我们近一点，真的拍到人。是。西服怎么回事？穿成这样子，那只好把衣服给脱了，没有。哇！不行！没有。你有看到远方那个挥旗手？你看他穿的多有诚意啊！可恶，竟然抢走我的风光！对啊，抢走我的风光可是不行的。啊！快点！没有，快点！乖！啊！西服乖！色狼！他会一直逼我脱衣服。这是沙滩欸，沙滩。现在大家在干嘛？没有。开始。好的，主播来到沙滩骑士节的现场，发现现场非常多的骑士哦，准备在沙滩上做一个比赛。然后这边看到色尾哦，色尾一直逼我脱衣服啊，色尾，大家看清楚哦，这边可能会被剪掉。我叫你脱。靠北。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个清档车大会是这个特别 Special SP 沙滩骑士节，对不对？ Yes. 那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对不对？夕阳都快出来了，真的哦。有吗？有啊。觉得今天可以看这么多的重车，这么多的人，然后还有这些活动，还蛮开心的。尤其是今年哦，因为毕竟我去年跟前年都有来，那今年真的是有特别的那种直线加速赛跟音乐季的活动。我觉得今年稍微可惜的就是因为人数有控管，人的方面没有像去年跟前年来的那么这么多啦齁。今年因为毕竟我们力友也刚订了一台 Trident 660凯旋的，还没有来，虽然还没有来，但是就先来参加这种关于挡车的活动，你觉得你感想怎么样今天？我觉得超棒的，就是大家很开心的骑车这种感觉，我好想参与大家。是齁，我也是，到时候可能我手好了，然后
你的车也来，到时候我们就真的可以常常一起出去骑车。因为我们刚刚开车来嘛，然后就是走西滨这样，对，就觉得哦，如果是骑车，能在天气这么好哦，然后海就在你旁边吹风这样，那种感觉就跟开车完全不一样了。那在最后呢，也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下 Leo 这位朋友，大家应该是生面孔嘛。那其实 Leo 是我在日本认识的这个台湾朋友，我们认识已经超过十年了，是我很好的朋友。那因为毕竟他也订了车嘛，所以以后我觉得搞不好我们会常常一起出去，也可以一起这样子拍摄影片，搞不好大家以后会常常见到他哦。Leo 其实他正在做这个代购嘛，是代购精品跟这个潮流鞋的部分，大家也可以去网络搜寻这个，脸书有什么需要，欢迎欢迎。是是是，我的鞋子也都跟他买了，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好不好？好，那我是小伟，这位是利友，感谢大家这次的收看，我们就跟大家说声拜拜咯，拜拜。